么样啦？还好，就是要打喷嚏。打一下，我拖一下，打一下。人家是想觉，一天都睡觉。一天都睡觉。按摩一下，好嘞。再躺好一点了，坐起来，坐起来舒服。对呀。哎。你的出不去，我也无聊啊。难搞啊！就想着快点回家。拜拜啦，可能明天差不多啊。明天。明天还是后天。明天还有个几个，就是。是啊。验冷药，这因为医生怕在这里他有点担心，就是把我验了两次。是啊。冷药。要出院了，他还要再验一次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反正把它检查好一点，就更好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对，高兴一点嘛。这个高兴的脸，哎，怎么不高兴呢？天天待在这里，动也不能动。是的。第一呀，冷不冷啊？不冷。今天偏冷一点吧。你看。又穿这么多衣服，还一天的躺在这里动都不动，你说非常痛。没事的，很快的，可能最多这两天应该是出院了，检查完了。没说什么。没什么了，应该是，是不是？检查完了，我们检查好了也放心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他也放心了，医生也放心了，该我们该注意什么啊？还是什么的都，他该嘱咐我们该注意哪怎样啊？是不是？还有到什么电池来检查什么什么的，他都要告诉我们啦、啊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知道我之前在家想的是啥？想了啥了？等一下你又笑我贪吃，我这个实验真的一天都在这里吃他们的这个菜。还不如自己家的那个，自家的种的白菜。啊，那肯定啦、啊，我们种的是绿色食品啊，是不是？自家的菜肯定还要甜一点，好吃一点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在我们在农村，就是这吃的是最放心。在别人家去打工啊。这个打工肯定有钱赚嘛、啊，因为我根本出不去打工啊，家里又没有这么多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要不就是这样。我们少弄一点就行。出去打工肯定多赚几分钱嘛。嗯，那不行是不行的，做事怎么坐吃山空啊？不行的，你要天天要做一点嘛，赚多赚少是个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是赚多赚少的问题，不做是不行的。没事，就是没文化嘛，哪里也走不了嘛。就是要女儿，要女儿他们多读点书啊。对啦。真行。我们回去，实际上我在农村就是这样，你要买饭，你要自己煮和自己养就可以。好，我回去我把小孩子他们都找到，又得赚钱。我在家里养一点其他就可以。可以可以。像养鸡我可以，我不能去买。可以呀、啊。是啊，我们在放那个养殖方面也可以养，看你是养什么，是不是？不能养牛，养牛太累。养牛还赚钱嘛？太累了，那个
要割草，投资要大。对对对，投资要大，割草太多。其实要养好。我们的地盘不够大。要养一头一年，你可以赚几千块。养得好一年。你要说一头几千，十头的几万，你这样子想。我们那地盘小了，要是宽一点的话，是啊，有几十亩的话，你就可以把那个围起来再养再说。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场地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只能养一些鸡鸭呀。三场没有这么宽。养一些鸡鸭呀，像我们在那里就是只能养鸡养鸭，就没有汉果。只能这样子，种养种养了。这个炖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饭。那天我炖了400，太炖了。现在300了，700克了，包括。今年又没有时间了。你今年别指望我吧。你今年的只能安心的在家。是啊，别的都不用管了。刚好那时候点罗汉果饭，我可以去。嗯，可以。你要带小的。跟要做事了，不能吃了。现在的责任重大了。是啊。不像以前那样子。对呀、啊。你的计划永远都有。你的罗汉果，我们那地还在那里。有在那里是一样的吗？我也想啊，你下面上面是种罗汉果，我在下面可以养鸡。那还可以啊。是不是？是啊，真的可以。哎，我们下面不是用了田吗？养鸭子也可以啊。养鸭不行。鸭子。鸭要甩。但是那边不是有沟沟吗？不行不行的。你们两个天天一起在那干嘛？基督生活。啊？基督生活。好了，我又插进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没事没事。